天气啊，虽然说有点热，到底还是个大晴天，可也别说，这个地方的气候说变就变。你别看这会儿湖水那么平静，说不定要下雨啦，快回家吧，快回家吧。你瞧是不是青蛙这个小广播已经在广播了，大家听到了青蛙的广播，全都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跑。呵，你们看，猴子比谁跑得都欢。怎么还在雨里淋着啊？明白了，他没有房子，看为了找个躲雨的地方他多着急呀、啊、哎，被大雨浇的这副模样还笑呢，这我还是头一回见到。这把伞也不坏呀。啊，怪不得呢，猴子凭着他的小聪明总算找到了躲雨的办法。拉住！不妙！小刺猬待在自己的房子里，多侠义。还欣赏雨景呢。小松鼠别出来，雨浇的滋味可不好受啊。是啊，是不好受，连小鸟都有自己的窝，就是它没有。你们看，猴子叫大雨淋的像个落汤鸡了。说实在的，猴子的心里不好受。哎，明天我可一定要盖房子了。变的天气，说晴就晴了。猴子，怎么还用我来提醒你吗？天好了，该动手盖房子了。有点意思。我看这时候还是别打岔，咱们还是一心一意的看看猴子盖房子吧。
么好，等明天吧。明天我就有新房子了。明天到了，可是你看他还躺在那儿玩呢，哼，老毛病。慢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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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说猴子在玩呢？人家这是在设计图样呢，盖房子不是都得先设计吗？怎么，嫌小吗？不满意？那就设计个大点的吧。这回行了吧？嗯，这个图样真不错，有个样子，难怪松鼠看见了羡慕得不得了。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哦，你问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能盖好？那你得问他。快，明天。明天吗？对，明天。明天就能盖好。这么大的房子明天就能盖好？嗯，明天就盖好。明天我还要请很多很多的朋友到新房子里来做客。猴子就这样开始去邀请他的朋友了。什么？你得走近点说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当然也得邀请小刺猬参加。对，还有青蛙。找到青蛙那就算行了。青蛙不是个小广播吗？找到它，它就能做个义务宣传员，保证都能通知到。猴子要盖新房子啦，明天请你们去做客。猴子要盖新房子啦，明天请你们去做客。猴子要盖新房子啦，明天请你们去做客。你看是不是？保证错不了，明天大家一定准时到。客人都邀请好了，怎么还不动手盖房子？天儿太热，等明天嘛。猴子盖房子可是个出人意外的好消息，谁不想看看猴子的新房子呢？你看，来了这么多的客人。
哇，多漂亮的新房子，可真有个气派。来了这么多的客人，大家唱啊跳啊，多热闹啊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猴子高兴的手舞足蹈，跳上跳下的。房子到底盖起来了，让他们看看吧，让客人们都羡慕我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原来猴子是在做梦啊。客人都来看新房子来了，可是猴子还在那儿睡大觉做好梦呢。醒醒醒醒，新房子呢？哎，你的新房子在哪儿？房子。是啊，房子。你瞧你，不是你说的要盖新房子了，请大家到新房子里来做客，大家现在都来看你的新房子来了。房子等明天。明天？又是等明天？明天也行嘛，反正今天也不会下雨。你瞧瞧。这是松鼠的家，你钻不进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钻进去，让刺猬住到哪儿去呢？哎，可怜的猴子，弄得没处藏没处躲的，可是这又能怪谁呢？现在猴子会怎么想呢？哼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下吧，再下的大点吧，把猴子痛痛快快的浇一浇，让他好好的洗个澡，也好把他这个等明天的坏习惯洗个干干净净。